现在所在的这边是沙坡尾，沙坡尾这边有一个公车站。我们是坐 B5， 票价3块，其他一般来讲是1块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3块，可能是特殊吧，停的站比较少。沙坡尾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，我们就往那边去逛。其实你收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边艺术西区，等一下就去里面走走。下。就是一个类似小小的一个市集，感觉就像这样。往上搭。那件衣服蛮好看的，红来。确定我在沙坡尾。随便第一种东西摆一摆都蛮有艺术的。
kicking up the dust from my mind.今天最后我就拍了一些照片PO上去给大家看一下，沙坡尾这边适合大家来走走拍拍照，给各位看我在这边拍的一些照片。
好的，沙坡尾这一期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关注我的频道，分享给你的亲友。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